依然又是一期非常之接地气的宵夜分享啊！如果大家晚黑不想吃大排档的话呢，可以参考我们今晚这条吊街的夜市路线。牛杂先来，一二三，咦，牛腩猪大肠车仔面，最重要的步骤交给你了，正正正正正。大家好啊，终于轮到香港的宵夜系列啦！今晚带你哋去在香港经常听到的一条街，开启我哋香港的第一餐宵夜。Let's go, let's go。OK， 今日呢期是我觉得嚟到香港是不可以错过的夜市，上优真就喺度，庙街夜市。一种穿越的感觉啊，真系港式大排档。好啦，咁今晚夜市宵夜嘅第一档必须系我哋牛杂起个 bit 啦，到啦到啦到啦，庙街牛杂，嚟个牛杂开开胃先，我都攞碗大嘅牛杂。OK， 哇，咁呢啲咩人哋收20,000个月啫嘛，网可以剪多啲，其他可以少啲。哦，感谢你。佢恨不得我快啲拆走，然之后冇捻咗阵牛杂锤，跟住人哋嚟到睇噶吓。咦，依嚿光正，佢真系傻傻地我屌你咩？原来我再问啦，原来我取消个电咧，佢自己再播过咧系好卵贵噶。佢取消咗之后再播翻咧，佢起码6-7万啊。黐牙，真系有啲惊。咩佢名我有朱红，好难好去咯。样有啲啊，样有啲系嘛？我都咁样同佢讲咗，跟住佢恨不得我快啲拆嗰啲。又有风机乜卵嘢都起咗，加唔加甜辣酱？加今晚这顿牛杂充满了浓烈的港式文化，混酱咯，咩都知丢。打唔到你啊！系咪可以八达通啊？可以啊，全部通。搞掂，第一档先买咗牛杂，我哋继续往里边行，开始第二档。前行50米，第二档庙街小食 ，Let's go！ 这可太丰富了。自助餐啊，多点先咁我就。自己嚟好。呢个必须啦，呢个。哇哦！系咪红靓女食啊？哇哦！有哇哦！正啊！呢个系脷啊？系肾。肾啊，一个得啦，食得多变肾啊，真系。好啊！喺呢度仲有 ，OK， 唔俾大家睇下呢个店嘅阵仗，浓浓嘅街边烟火嚟，绝对又系镇店之宝嚟啊！医生，我哋到啦，到啦。在那边炸完再拿过来烤，烤完再加这三个镇店之宝，满满的炭烤香味，看着就有食欲。这份是不是你的？是你要什么辣？好辣的？不是，正常辣，正常辣，好你帮我调咯，我信你啦，你帮我调啦。你这个不够再加辣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酱汁点睛之笔。OK， 咁咪感谢你。走呢度，走呢度，走呢度，几钱啊？144，收你1.5。然之后庙街小食隔篱仲有个辉记车仔面，继续唔好俾佢停。我攞个牛腩车仔面，拎走加猪肠嘅，加猪肠，系。唔该，搞定，超快我哋嘅出餐速度。再次俾大家睇下今晚呢个食宵夜嘅环境先，依然系坐喺街边嘅最有烟火味嘅路边摊啊！快啲，快播，齐嘢，牛杂先嚟，一二三，60蚊嘅大牛杂，哇好香！佢剪咗超多牛蒡，超大粒嘅牛蒡，牛肚，依个都系牛肚，牛肺，依家睇唔到啦，佢底下有萝卜、鱼蛋同埋猪红，佢有猪红，我系弯弯尾肠兜，系。先睇下啱啱点咗啲咩先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掌中宝、羊茄子、脆波波嘅烧卖、鱿鱼、鸡肉，呢个叫白瓜系嘛？云南小瓜。烧鸡翼，最重要嘅步骤交俾你啦。满满的仪式感，呢个真系正正正正正。呢啲镜头真系，最后车仔面，牛腩猪大肠车仔面，一二三，好足料啊！其实都感受下依兜猪大肠先，光光声啊！依猪大肠车仔面 ，OK， 直接开播啦！干杯！猪肉酱好正啊！食佢！依个酱真系正，甜辣酱挂晒汁噶，烧卖。咩牛杂？终于到牛杂啦！都系要点呢个酱？完美搭配啊！正正正，呢个酱正。系啦。
贼顶得住啊，这个拌面。哦，真系饮鞋底都好食啊，呢个酱。依然又是眼阔肚窄的一期啊，都是那句啦，年年有余，都毫无疑问的话，庙街小食 MVP 这个酱真的 YYDS。 如果你们来的话，你们真的要好好地试一试这个酱，哪怕我们落了很多的酱，依然是冚不住它牛的鲜味。辉记这个档口我听说是在庙街这里已经是开了很多年的了，专门做老街坊生意的，哪怕是好东西也都是有些老街坊专门走下来吃的一档车仔面。落雨啊，撇了总共是250多港币，即是大概220多度咯。如果大家晚黑不想吃大排档的话呢，可以参考我们今晚这条庙街的夜市路线。依然又是一期非常接地气的宵夜分享啊！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背书包先。走啦。接住落嚟的这两日，得我自己在香港带大家找靓嘢食啦。我们瞓醒再见，拜拜。